迷你世界中的唐三手拿昊天锤，非常的帅气。他在主界面上拿着昊天锤保护身后的小舞。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，昊天锤也可以保护唐三。错，其实昊天锤并不能保护唐三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迷你世界中的唐三他非常的帅气。如果你也喜欢唐三，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游戏中的唐三可以召唤出昊天锤，但是他不能使用昊天锤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旁边的是小猴子，我现在把昊天锤召唤了出来，但是我打猴子的时候不能使用昊天锤，并且我发现三只猴子一起进攻唐三，昊天锤它居然都不会出现。在评论区中扣出6298，你将会知道为什么昊天锤它不肯帮唐三。并且我和学姐发现，唐三被猴子消灭掉了以后，昊天锤居然还没有出现。并且我妈发现，唐三只有在拿着昊天锤保护小舞的时候，昊天锤才不会消失，并且这一点得到了官方大大的证实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小舞在唐三的旁边，唐三就拿起了昊天锤向前冲刺，并且没有消失。所以这就可以证明，其实唐三的昊天锤它并不能保护唐三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